我害你这么绝望，我有什么资格对你问东问西啊？宋阳丽，有你的批。拢几点啊？这么早来上班？我有打电话来请假，请半工，要甲你做伙办公，总是爱整理我家己整。半工是当创啥？你归去哦，请假就好。第一，我袂甲钱袂得过；第二，我还阁有职场伦理。既然我是你的着做，我就会甲代志做好，较免你找我麻烦。好，讲到职场伦理，还有工课，就要好好遵守合约。我要伫个合约内底加一条，以后若是要转去后头厝，要经过我同意。变啥？我是医美集团接班人，我所有代志狗仔拢会注意，包括你。若是互伊翕到啥物奇怪相片哦，看图说故事，会伤害到我厝内底人。你敢会想伤济啊？就算我是恁某，我要等伊后头厝嘛，毋是啥物袂记过的代志。啥物叫做看图说故事？因为了解方面听，伊甲你无遐尼关系啊。若是狗仔翕到，伊去引导。八卦新闻真紧就出来，你应该嘛有希望古仔甲廖凯宏写作是小王，甲我写作是绿帽男哦。无讲话，当作是同意啊，这条我加伫海内底。好，那安尼我嘛要加一条伫海内底，一人一条较公平。你讲，不准限制我的人身自由。你来从啥？我来这等你出去。廖先生，感情是阮某嘛是我定做，等我的面，你甲伊带走，敢袂受小过？林总经理，公款公事还事，不管怎样，咱话无爽快，应该办的公事嘛是要办啊。林经营医美，美国美容仪，这条伸展线的原物料是高温爸。阿狗逼话伊咧计较的，所以派我过来，叫单进去视察，注射感染病菌，安尼有合理无？你奶奶，啊干部会议嘞，我护照有去啦。毕竟哦，美国的生产线关系着公司的名声。阮各同来亲身来把关，你们才会放心。卡边有人徇私啊？哥，这是这批美国的检验报告。你甲嫂啊，紧转去公司进行后一步的作业。我留落来检验出的美国。啊，不过这是我负责的，分工合作才会事半功倍啊。你得莫搞客气啊。啊，你去真正啥会落去啊？安那，你今仔翕到对恁美国不利的证据？阮美国的品质绝对是挂保证的，要落做你去落。哇，就是讲你穿安尼，你真好胆呢，你安尼就中意啦，你袂寒？天气足热的，这温度多好。啊，随在你啊，尽量想办法想。关你屁事哦！离开恁洞口啊！啊，你确定是我讲的迄个身着足悬的查甫，还佫有长头毛的查某？对啦，就是夫人讲的迄个啦。啊，迄查某无甲夫人所讲的同款嘛。宋丹青，一声你在死啊！爱记的，把门锁好条，绝对袂当互内底的人有任何的机会当出来。啊，行动了啊！恁的人就会当下班啊。爱记哦，现场要净空。这放心啦，我袂伫你的地盘闹出人命，我只是要甲因驾驶一下尔啦。哎，这门哪会拍袂开啊？啊，啊，啥物
无可能啦！你厂事真大紧呢，主任拄才有想讲，分区来检查较紧。我想你应该是被检查煞，等伊检查煞，自然会甲咱会合。啊，是其他的人哦，叫是咱拢离开啊，啊，所以才甲门锁起来哈。这下该怎好？啊！有人无？有人无啊？我手脚敢会害起来？可能伤寒，手脚咪冻死啦。来，英丽啊！你是无看到你无闲哦，搁有包包内底啦。我知影要穿防寒衣，也无爱甲我讲。哦，你是咧玩弄我？刚刚我要甲你提醒，拄则我毋是甲你讲啊。我毋是叫你随时爱甲我报告总经理的行踪，哎，哪会这么久拢无消息啦？歹势，胡林。我等要甲你报告，宋特助甲总经理冤家煞，都甲廖开峰去仓库啊。嘿，我知影啦。啊，总经理人呢？应该是在主持主管会议。好啦，知影啦。卡叔，咱就只有一个道了。安尼这个机会，任由你啊。你这样你还等于有哦，你是破案战士啊！我讲实在，你啥个要个防寒衣牛啊？你让我怪你家，我有责任啊！所以啊，你给啥情况了啊？英丽啊，卡贝拉，你关系做鬼都来找我。哎，叫你情况你有情况啦，你这条头算了。你是咧扮鬼的后生，你也是死啊！你一定足伤心的，扮你一个人就是不好啦。你讲这句话，啊逻辑咧正奇怪咧。你有恁爸妈，啊有恁哥，伊若是失去你，伊拢会伤心嘛对吧？好了，我做回妈了。哎，英丽，你别偷嚼我豆腐哦。我这个话啊，也是我对你讲的，你别趁这个机会啊，你我辛苦我袂忘啊。这是我要讲的吧？你总算回来啊啦，代志大条啊啦！好啦，先莫着急，先莫着急。大头哥，什么代志啊？听讲哦，单亲还佫有廖凯宏两个人，互我关入去恁栋户内底啊啦！啊，哎，伊两个人无代无志，哪会做伙入去啊？敢是去偷偷约约？我是总经理特助，我无伫个家，我伫个倒位啊。拄只检查报告落字啊，我翻头转去找，真正落伫车顶。我伫人伫个啥？那呢？怪入去恁栋库内底个人是啥？妈，真正有人怪入恁栋库内底？有个狗，我家己设个桥，连刀去害着梓潼。我先打电话给仓库主任，叫伊先去处理。不好诶，诶，主人已经关机啊！你也知影，妈，为谈破你的态度就足奇怪。是谁甲你讲单亲甲廖凯峰无关联，恁拢靠内底？这才是重点。阿姊妈，叫你妹妹较重要啦，行啦行啦。先讲好清楚，刚刚这一切是你设计。宋丹青，伊只小狐狸只死心啦！宋丹青甲廖凯宏吼，因两个人偷来暗去，你一直吞忍，一直维护伊。我安尼做，我嘛是为着你好啊。为着我好，妈，
你安尼做出人命呢？谁叫你不爱跟迄个宋丹青离婚？那安尼，我嘛唔免免收迄个主任去甲因教事啊！哎呦，拜托你啊，莫阁讲啊，好无啦？去救你妹妹啦，伊一定会赶到冻袂调的啦，好无啦？行啦！我真要你。哎呀，那真正我是要伊讲起，讲起来，这真正叫袂真心啊！哎，如果你不是张爱妈妈，给你去妈妈，阿罗，我今日也都无机会啊！咱就得要手牵手，去你某某当啊！啊，给妈妈。不要啦，彤彤，我只是想要翕一挂相片留作纪念尔。阿公，你放心，这个相片哦，我绝对袂外流出去。你唔是讲你最爱我的吗？我只是无想要和阮美丽的彤彤青春留白啊。好啦，我就翕一张就好。敢讲你无相信我吗？还是你根本就无爱我吗？害羞，看镜头。不管，我来带了，阿妈好疼我，我拢唔听，我还是相信你，不过，再也无。林子彤，你清醒些啊！林子彤，阿如果你是被人勾起来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